好了，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要请一位经济学家来谈谈中国的经济问题。这个经济的话题呢，我们已经请过几位专家，不断的谈这个问题。那么呢，一个比较这个普遍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经济有比较大的麻烦啊。那么呢，这个。做出这些节目之后呢，有些人就说啊，小平啊，你应该请一些对中国经济不那么悲观的人出来做节目。那么我说好啊，我们请一些专家来做吧。正好呢，在网络上有一位啊经济专家啊，他经常就是发表一些啊跟别人不一样的观点啊，比如说这个中国不会有金融危机啊这样一些观点。另外呢，啊他说这个啊当下的中国呢。啊，经济形势仍然是全球最好的地方之一，啊，这就是说这话的叫肖振华教授。那么今天呢，我要请他来解释解释，为什么他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仍然看好中国的经济。现在请我们的导播将嘉宾请进来。肖教授您好，那小平博士你好，观众朋友们好。您呢是啊社交媒体上的明星那。啊，有不少的高论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当然也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乃至的抨击啊。最近呢，你提过好几个啊，我觉得有意思了。一个是中国大陆交通便利性和生活性啊，全世界第一，这个呢你挨了不少砖头。那么第二个呢，只要不反党，这里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这也是你挨了不少砖头的地方。那么第对，三个呢，就是这是我今天要关注的啊，所以我要请教的就是你说啊，经济形势。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好的地方之一。那么你这个观点呢，正好跟我做的一些啊节目的嘉宾的观点呢，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所以说，今天我要跟你来谈谈啊，包括这个不仅唱衰中国经济的，不仅有一些国内的一些专家，甚至于包括美国总统的这个白宫经济顾问啊库德罗，最近都说中国经济看起来很糟糕。所以说。我想请你来评价评价啊，究竟是糟糕还是不糟糕？你如果说不糟糕，你的依据是一些什么？什么一下依据？你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好吧，现在把话筒给您。好的，这样我现在说一下，这个我呢还是中国人啊，但我不是体制内的了，过去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也在国外的高校任教。那个，但是呢，我经常回国啊，一年有很多时间在国内，我现在也在国内，所以我对国内的经济情况呢，可能比海外的一些专家，要更接地气儿、更了解啊，就是对我们国内的这个经济政策啊、经济制度啊、经济现象的解读，可能更切合实际一点，这是我不谦虚的说啊。关于中国经济好不好，糟糕不糟糕，这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那是非常糟糕，那不是不糟糕，那是非常糟糕。那过去多年的高速增长，到今天，那中国经济出了问题，那出了大问题啊，而且是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个我们不否认它。但是我提出来说，这个中国经济在当前的形势下。相对于世界各地，它还是形势最好的地方之一，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是说，你比方说，我们很客观的讲，看 GDP 增长率，那 GDP 增长率在6%以上的没几个国家了。2017年6%以上的印度、越南、中国，对吧？那2018年前2个季度，6%以上的也是印度、这个越南、中国。啊，当然还有非洲个别国家，是因为过去这个战乱导致它爆炸性的增长。比方说利比亚，2018年前2季度 GDP 增长率20%-30%，对吧？那个是因为它是恢复性的这个增长。那这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正常的全球的几大经济体而言，我们看经济增长的总体形势，那中国毕竟有那么大个经济体。啊，有那么大的市场，在那儿，相对而言，那它还是相对比较好的，这是这个概念，这是我那先等一解下，释这一个肖教授，我插一句，就是正好你说到 GDP，这个内外的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的 GDP 一直不怎么相信，就是啊，包括总理李克强他都不相信，他要搞克强指数，
所以说有些人说这个 GDP 要腰斩一下才能看到真实情况，啊，您对这个 GDP 啊，这个从专家角度看你怎么看？GDP 是这样，关于数据这个概念呢，我们搞经济学的都是用数据说话。如果你要说这个数据不可靠，那就什么都不要谈了，实话实说。那对，但是你搞经济，你说不用数据说话，那你就是烂熟了，实话实说，对吧？那你还得依靠数据。那么关于中国 GDP 数据呢，得有中国自己官方的数据，但是国际也公认的，也不仅仅是说，那你国际上的这个各大民间机构也好，还是 IMF 也好，一些统计的基本上对中国的 GDP 数据还是有一个公认的看法，大家都还是认同的，对吧？当然这个 GDP 有民意的也有实际的，这个那两码事啊，另外一个事。但是我的观点是，既然要谈经济问题，你还得依据这个数据说话。如果连这个都否认的话，那我们就不要谈事，那就没法谈事了。这是我的看法。好，你继续。所以关于这个当前中国的整体的经济形势呢，我的看法是糟糕不是不糟糕啊，这个我要澄清一点。但是呢，我是讲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中国总体的经济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说是很糟糕呢？那我们讲啊，这个过去我们讲经济的这个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呢，我们就讲投资、出口、消费。其实什么是三驾马车，很多人没去仔细思考。所谓三驾马车其实就是 GDP。 我们 GDP 怎么计算的嘛？ GDP 的计算公式就是消费，这是一块，投资这是一块，出口这是一块。比方说消费一块有两大一块，个人消费加政府消费，这是消费，这是 GDP 的一部分。然后加上这个投资，这是一部分。然后加上出口减进口，这就是顺差进量，就是我们说的顺差，这就是 GDP 嘛。 GDP 是什么？就是三驾马车加出来的嘛。所以我们过去讲 GDP 三驾马车，它就是冲着 GDP 来的。 GDP 怎么算？我就是抓什么啊，抓三驾马车。这是过去经济多少年来靠三驾马车拉动。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三驾马车拉了这么多年之后确实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的问题，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产能过剩，我们叫产能过剩或者产品过剩、商品过剩，总之是整个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过剩，这是中国经济的本质，对吧？这个过剩是什么叫过剩？就是生产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多了卖不出去，对吧？出现严重的这个，尤其是传统的这些前些年的钢铁啊，这个水泥啊，围绕我们的这个楼市经济的这个这些传统的煤炭啊、能源啊，方方面面出现严重过剩的情况。那么出现过剩这个情况怎么解决？这些年尤其是这届这个政府啊，18大19大以后这届政府啊，其实也在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没看到问题，知道自己的问题是过剩的问题，所以提出来了要改变思路。这个思路怎么改变呢？那提出了很多啊，最基本的啊，最主要的就是一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就是要放弃过去的那种以为 GDP 是一切围绕 GDP 啊来作为考察政绩啊，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放弃这个思路啊，适当的这个不再为 GDP 是举。第二个呢，就提出来了社会发展的目标，比方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要所谓的五位一体的社会，全社会的协调发展。我们不管这个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这些理念、这些政策其实都是对的啊。我想这个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来提出来。同时呢，为了解决这个过剩的危机，也提出了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啊，供给侧改革这些年大家都知道，我们也曾经谈过供给侧改革，对吧？我第一次接受你们这个民进的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谈川普的供给侧改革，谈谈川普的税改，我记得，对吧？那所谓供给侧改革呢，那我顺便说一下，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啊，不管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都是三驾马车，对吧？三驾马车它既可以在供给侧发力，也可以在需求侧发力。啊，这个其实它是没有什么问题。那之所以强调供给侧改革呢，
就是这是和我们国家过去这个计划经济年代过来，包括到现在办计划办市场的这个状况，就是政府它要管控经济，它要去掌控需求，它是不太好掌控的。你说要刺激需求，要么给老百姓发钱，让老百姓有钱，要么减税，要么改善福利，总之让老百姓有钱才能刺激消费，这个是不太好发力的。实际上那在公计策做文章就比较好做了，对吧？我要投资拉动刺激生产，那是公计策做文章。我要是这个想解决过剩的问题，那我要控制生产，控制生产规模，就是我们后来围绕公计策改革提出来的去产能，对吧？去库存，去杠杆，这些其实都是在公计策做文章。去杠杆啊，就是货币政策上做文章啊，控制投资啊，去产能嘛，就是有些企业要关停并转，包括后来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混改，这些其实都是像在公计策做文章。说白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些既然产能过剩，那不能，有些企业不能生产，该停的要停，我要救的企业我要救它。有些企业我不能救，你让你死，你该死就得死，你不死那个产能没法去，对吧？所以这是这一届政府就十八大以后，确实这些新的概念和新的理念提出来，大的思路是对的，就是说他们也看到了问题，也在针对这些问题在想办法解决啊。但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呢是一个倡议啊，过去叫战略，现在叫倡议。不管是倡议还是战略，总之呢一带一路的本质呢就是把过剩的产能啊向这个其他的一些需要的国家去转移啊。这个一带一路嘛，也是中国过去几千年的这个贸易之路。那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呢跟中国确实有一定的互补性啊，中亚西亚这些国家说实话大部分是农牧国家啊，矿产资源的国家，就像西亚啊，这个石油，对吧？中东的石油，这都是中国缺的资源，他们有啊。你像中亚的那些国家呢，像这个畜牧业发达，矿产资源发达，中国呢也需要啊。但是他们缺的恰恰是中国有的，就是那种工业产能啊。中国出口，你看对美国也好，对欧洲也好，六成以上主要是机电产品，我们叫一般工业品。所以这是有一定互补性，所以这包括一带一路的这个思路也是对的。另外转移产能也是一种去产能的办法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经济确实出了问题，中国政府呢也确实是在采取措施啊，采取措施。最近两年又提出来这个创新啊，这个所谓的2025中国制造要升级啊，这个要提出要这个万众创新啊，创新作为一个新的概念，这个也是对的啊，也是对的。为什么呢？就是你过去的三驾马车，你不管在供给侧还是需求侧发力，那这个实际上我们知道，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是有限的，对吧？我们经济学早就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得出结论了，这个货币政策啊，量宽的货币政策。长期看，苦了导致通胀，没有别的效果。它实际上给经济增长带不来什么东西，唯一的后果就是通胀，对吧？那中国你看这几十年的增长，经济确实 GDP 在增长，但是房价是天价，那个房价的天价是怎么做的？是怎么天价的？它是印钱印出来的，对吧？这大家都知道，这都是常识的。所以呢，你现在这个要真正的把经济转型升级啊，包括我们提出来调结构、转型升级，这我们都是中国政府提出来的，这些概念也都是对的。那结构怎么调，对吧？那就是有些产能该去的去，有些产能该上的上。什么产能该上？很简单，比方说你美国政府制裁中兴，这就暴露中国的问题了。你的高科技不行，那高科技产能得上吧，对不对？所以他提出来创新，作为一个国家战略，这也是对的。他也慢慢的意识到问题，尤其是这个最近这个一两年，川普总统上台之后，这个对中国开始贸易战，那就更把这些问题突出出来了，那使中国更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的严重性啊。所以这个当然了，贸易战对中国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了。本来我就有一个观点啊，就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它的本质是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结构失调的问题啊，很多问题你怎么说都行，这个货币超发的问题
啊，都是啊，但是归根结底是产能过剩的问题啊，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就是我们说的，比方说我刚才这讲的啊，创新能力不足，对吧？那这些问题不是贸易战带来的，这些问题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自身积累的问题，对吧？我曾经有个观点，我说是，尤其是08年4万亿强刺激的直接后果，那是最大最严重的，当然不仅仅是08年，但是08年那是最严重的一次啊。我们08年时候是4万亿，实际上我们知道中央是14万亿，银行配商业银行配套10万亿，还有地方政府配套，实际上是我们说是4万亿、14万亿还是20万亿几个概念，实际上总的那一次的放水规模可能就是20万亿左右。那么大的放水规模，它导致08年以后09年一直到2017年这个长达10年的时间之内，这个处在一个整体上我们叫做，我们金融领域叫做扩表啊，扩表就是什么，就是央行它的资产负债表扩表，基础货币翻了一倍啊，从08年的17万亿基础货币增加到07年的34万亿，增加了一倍。这种呢就是印钱强刺激啊，强刺激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国的楼市天价啊，楼市天价。那楼市天价呢，这个就出了很多一系列的问题，一系列什么问题，我们说三驾马车，你靠光靠投资去印钱把房价推上去了，这个但是另一方面消费跟不上，这大家都知道，我们政府也知道，一直在强调内需，不是这一届政府，从温总理啊开始一直在强调要拉内需拉内需，但是从来都拉不起来。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内需不足，直到今天还是内需不足，而且尤其是今年内需没有增长还在下降。为什么？因为老百姓他没有消费能力，就是你这个楼市经济起来之后，老百姓所有的收入都被楼市绑架了，这都是常识，大家都知道，对吧？随便现在尤其是年轻人，他这个收入我们叫月光族，过去他一个月万把几千块钱，他把房供一交，他剩下没消费，剩下就吃饭，对吧？他就没有能力去。他有一个说法叫住着千万级的房子，在家里呢吃着方便面啊，就着榨菜，是不是？有这样一种说法。这比较形象啊，比较形象，但确实是这个。老百姓没有消费能力，这是事实。当然除了房子，我们过去叫做三座大山啊，哪三座大山，房子、教育、医疗。中国的教育的支出也是很惊人的。当然中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包括高校的这个收费，公立学校都不是很贵。但是呢你说国家收费不贵啊，九年义务教育还是免费的。但实际上老百姓呢他这个因为高考指挥棒那种围绕高考这种教育体制决定了，老百姓和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培有各种培训，哎呦开支何死人啊，这个搞艺术培训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教育将来有机会，我也是教育界的啊，就是将来有机会谈教育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国老百姓可怜，在教育，在一个孩子的教育上的投入，比房子少不了多少。我跟你很毫不客气的说啊，现在随便一个培训班多少万，很可怜老百姓啊。医疗不用说了，医疗这个老百姓不能生病啊。当然这些年尤其是这个18大19大以后，这个医疗方面啊确实有所改善啊，就是这个公费医疗的报销比例，农村也好城市也好，这个不断在扩大，包括大病医保，这个方面我们要肯定确实有很大进步。但总体上讲还是相对于西方的医疗福利水平还是差很远，老百姓还是病不起，有很多病很多药还是不能报，所以一旦得生大病呢，倾家荡产立马返贫。所以这三座大山的确导致中国经济出了问题，消费不行，消费不行呢你就靠出口了，对不对？我们说 GDP 是三大块嘛，投资嘛，对吧？这个消费啊出口啊，所以就靠出口。靠出口嘛，这些年中国的出口贸易国际贸易也不错，也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嘛，对外基本上就贸易总规模2017年是已经到了 4.1 万亿美元的对外贸易总额，这个超过美国了，贸易总额这不错啊，它对 GDP 的贡献力很大。
但是呢，这个现在呀，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经济问题啊，这我等会儿讲。有我就不讲这个大形势，我就讲川普总统吧。川普总统挑起贸易战这个之后呢，这毫无疑问了啊，这个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他这个某种意义上讲是代表着一个世界性的方向的转变，就是从过去的这个美国政府历届政府强调的这个全球自由贸易啊，开对外开放全球自由贸易，从某种意义上其实开始转向了贸易保护。这个美国作为老大带这个头，那么后面可能这个世界可能就方向会不会发生变化，这很令人担忧的事。当然欧洲也好，中国也好，包括日本都还是在强调全球贸易啊，还在强调全球贸易。所以这种情况出现之后，不管这个方向变不变，至少美国中美之间的贸易确实出问题啊，贸易战关税那么高的关税，这个呢，这个我们知道中国对外贸易的这个过去是欧盟、美国、东盟啊，然后是日韩、俄罗斯这几大经济体。那么最近几年这个一带一路出来之后，到了2017年的中国对外贸易的这个格局大概应该是这样排了，就是一带一路这是第一了。一带一路2017年中国贸易总额大概是 1.2 万亿美元，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贸易的总和，然后是欧盟大概6000多亿美元，然后是美国将近6000亿美元啊，然后就是日本、韩国这些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当贸易战开始出现之后呢，对中国经济本身已经存在的问题就是雪上加霜，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啊。不是说中国经济没有问题，是有问题，只是说即使有贸易战啊，这个在当前这个情况下，中国这个总体的经济形势相对于欧洲，相对于其他的国家还算不错的，我是这个意思啊，相对而言。好，这个肖教授刚才这一方大论啊，讲的是啊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啊，这个经济好坏啊，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啊。说中国经济糟糕，他说的是就是说啊，这个纵向的一个比较啊，那么现在应该是很糟糕的啊，不是好，是糟糕。刚才他说过，那么跟横向比较呢啊，他觉得啊相对是不错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呢，他刚才谈到了重点，从三驾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出口来解读了中国经济为什么糟糕啊，以及对现在当局的一些这个出手啊，一些招法呢，进行了一些啊初步阶段的评价啊。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我就想问，正好呢，这个啊七月份吧，大概是七月底啊，北京的这个最高级决策机构政治局开了一个会啊。就提出了一个六稳的问题啊，这个六稳呢，这个在座小弟有些人不知道啊，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就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啊。这个六稳呢啊，有没有正视这个中国这个真正的一些问题啊？刚才你谈到核心问题是去产能啊，那个要搞创新啊之类的，好像这个六稳的一些对经济的一些诊断跟你现在刚才跟你的诊断还是有距离，你觉得这是不是看准了中国经济的问题，是不是中国经济的真正的问题所在？小平先生，这个问的非常好。这个呢是这样，我刚才讲的就是过去中国经济它是一路怎么走过来的啊，从08年开始强刺激之后，十年的这个扩表期啊，也是经济高速增长期，然后就经济出了严重的问题，然后就开始转向这个去产能、去杠杆啊，什么什么这一系列的措施。刚才我也讲了，这指的是这个从过去到现在这么一个历史啊。那六稳的提出呢，这个就跟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大的方向和趋势呢，就有一点不太一样。这个你看得很准，你问的也对，有点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前期我们在强调去产能啊，要去产能呢，很多人说啊，那去产能怎么去啊？包括前期我的网上有时候也批大家，很多人说啊，这个有些企业迁到越南去了，某个企业外迁了啊，中国经济马上就完了。我说这不对，中国本来就要去产能，有些本来就是过剩的，我就巴不得你走，不然我怎么去产能嘛，对吧？这个如果在那种大背景下，在我们要去产能，要调结构啊，要供给侧改革的这个情况下，其实
部分企业外迁，外资部分外资出走，对中国是好事，尤其是那些我们本来就不需要啊，本来就过剩的东西啊。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贸易战打起来之后呢，这个的的确确，因为中国说实话，美国是中国的至少目前是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了，这个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个尤其是中国的那些这个制造业，对美国的出口的制造业。那么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我想啊，这个六稳的提出呢，多少有那么一点儿与前期的这个大方向啊，就是这个大的策略国家战略，有那么一点儿不太吻合。不太吻合，我想可能是一种应急举措，就是在贸易战这个背景下，我们的出口出现压力啊，这个各方面出现压力。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我们知道啊，经济学讲预期啊，讲预期。你看这一次啊，过去我们的中国政府很少讲预期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的政策里面都是讲前面的六稳里面，比方说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投资、稳外资这些的，过去也都讲。但是呢，从过去很少讲，没讲过，我的印象当中没讲过稳预期。这一次呢，居然提出了稳预期。所以这个六个稳里面呢，我的看法呀，核心是最后那个三个字，稳预期。稳预期什么意思？稳人心。稳人心就是在贸易战风声鹤唳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川普总统这么一个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没定性的人，就是没套路的人，他出牌没套路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这个国内的人心浮动啊，国外的军心大乱。哎，对，就是导致这个人企业界也好啊，这个国内国外啊，外资也好啊，内资也好啊，大家都没信心，对吧？尤其美国是世界老大呀，对吧？美国你这样挑起来，尤其包括我们网上大家也都，尤其海外平台上，哇，中国这个美国说的是不仅仅是经济战，甚至是要怎么怎么地啊，这个还有政治或者是价值什么其他的诉求，这个很容易让人们对这个未来丧失信心。我们经济学讲预期就是这个意思，一旦人们对未来丧失信心了，他这个，你比方说企业家，他就没有投资的信心了，他就不敢投了。你这个贸易战一打下去，过去你比方说很多人到中国来投资，投资完之后我出口到美国，出口到哪儿，那你现在这贸易战一打，我就不来投资了，对不对？那国内的一些资本家、一些企业家，他有钱也好，没钱也好，他可能要往外走啊，不走，甚至有些我就把企业关了。我的有些朋友，因为我也做企业的嘛，我这有不少朋友。前两天我还在推上，跟我一哥们儿多年的朋友，他在推上跟我推着玩，嘲笑我，我还笑他。他就是把企业关了，做了多年的企业，就直接关了卖了，然后就走了，对吧？就他没信心了。没信心嘛，这个很可怕。其实就是包括金融领域，包括这个实体企业也好，哪一方面，甚至包括房地产，只要你一旦人们对这个现实丧失信心了，那个是最可怕的。那比方说资本出逃，想办法，他一旦没信心，他开始想办法抵兑啊。当然了，中国跟这个中国，我原来说过，还不是完全市场经济体，我们叫做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体，对吧？那还是有管制的。嗯，比方像土耳其就挤兑嘛，那你美国一弄，他就马上就这个美元对土耳其货币那种我们叫金融危机。什么叫金融危机？我想那就应该是金融危机了，就货币变成废纸，因为它是市场经济啊，它可以自由兑换了，老百姓一挤兑的话，它马上就变成废纸。但是好在中国的还不至于啊，中国这个还不至于出现这种挤兑的情况，在后面我有时间再讲。总之，关于六稳呢，我想是一个应急举措。那应急举措就是应对贸易战的一个应急举措，要稳就业，肯定要稳呐。当然，没有贸易战，就业这几年也一直在讲啊，就业压力也一直很大呀。为什么就业压力大呀？经济出了问题嘛，产能过剩嘛，企业东西生产东西卖不出去，它自然就停产了，就工人没活干嘛。所以这些年，有一些是国内是中国政府是在主动调的。你比方说传统的过剩产业，钢铁行业大量兼并，比方武钢，我老家武汉人，武钢是中国很牛的钢铁企业，过去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那武钢现在没了，对吧？你几万工人下岗，那说下岗就下岗啊，一部分优质资产被宝钢兼并，那剩下的就不行。为什么这样？因为武钢当时产能过剩呢，生产的钢材卖不出去啊。武钢当年在被宝钢兼并之前，他在干啥？养猪啊，办养猪场啊。钢
钢铁棋盘养猪场这大家都知道，国内都知道的新闻，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我想，那就是过去他也在搞就业，所以包括李克强总理提上台时候提出来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什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呢？啊，那实在就业不了，你创业也是就业嘛，对不对？创业也是就业，所以这些过去稳就业的一直有，只不过现在在贸易战这种情况下，尤其是我们那些出口美国的那些出口型企业，那在面对川普这么大的那种25%这么高的关税，那有些出口企业可能真的有问题，那他不能生产了，不能出口了，要停产了，那工人失业怎么办？要稳，想办法，想办法稳。就是作为中央，作为国家提出来作为一个口号，无非就是要去各级政府、各级部门去想办法啊，在这方面去着力啊。稳金融就不用说了，这个最近的金融系统的风险，大家谈的最多的是金融风险了，就包括你今天跟我出的标题也是。这个中国金融没有金融危机啊，当然这个什么是金融危机的我等会讲啊，有没有金融危机，但是金融风险是很有的，多了，大家谈的多了，中国的债务危机啊，这个房地产的泡沫啊，这个包括大家谈的是外汇的这个储备的有可能枯竭啊，人民币汇率的这个大幅贬值的风险啊，有没有可能像土耳其那样出现这种情况，这些都是可能性，当然都有了。当然我的观点是你这个标题已经给出来了，说美不会出现金融危机。但是呢风险是有了，那肯定要稳了，包括尤其最近从这两年的医租宝啊，这些金融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啊，最近的 P2P 啊，这些问题出现都是有可能引发金融风险的。所以稳金融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啊。啊，稳外贸啊，就是那还是要保 GDP 啊，因为外贸刚才讲了出口是一份啊，对吧，也不能出现大幅下，所以稳嘛，就是我想提出稳的概念，就是说在过去尽管我们自己要主动去产能，但是现在呢我们要稳住，对吧，过去是要主动去，现在可能这贸易战一打呢，你不去它就稀里哗啦了也不行。也不行，可能要采取一些货币的财政的多方面的政策来稳住啊，就不至于大幅下滑啊，我想是这个意思，是对贸易战背景下的一种应急举措啊。那么这5-6个稳当中呢，我想最主要的还是稳预期啊，这是我的看法。好，谢谢这个肖先生对这个六稳的解释啊，他啊就觉得这是一个啊临时性的措施，应对当下的这个经济危机的啊，那么跟中国的整体上的一些经济战略呢略微有一些差异啊。那么刚才这个关于金融的问题呢，是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一再点到这个话题，我记得你啊非常强调你只说有金融风险，但是呢你没有说有金融这个危机，这样一个就是说这个是金融的危机啊。大家当下全世界有几个例子我们都看到了，一个是委内瑞拉啊，一个是土耳其，这两个国家呢啊应该是金融危机的这样一个例子。那么中国就是在整体的经济啊有问，用你的话是很糟糕的情况之下，又遇到了这个外贸战，那么为什么你只说有金融风险而没有金融的这个危机啊？这个有些人说可是甚至金融有更大的麻烦，所以你能不能给这个问题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我是这样看的，因为这个制度不一样，说实话呢，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包括川普啊，包括美国也不一定，川普说没说过我还真没听他说过，但是呢网上有些人他说过，就是但是至少美国政府这个多次一些官员多次说过，说要把中国定性为这个汇率操纵国啊，但是迄今为止也还没这么做。那个这个东西啊，我想关于金融风险啊金融危机呢，为什么我说这要先要界定呢，看看就是什么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呢历史上也发生过多少次，刚才你也举了例子，像委内瑞拉和土耳其。那我的看法，委内瑞拉和土耳其这种情况确实算是金融危机了，就是货币变成为废纸了，金融系统崩溃了嘛，对吧？金融危机无非几种情况，一，货币崩溃啊，第二种呢，金融机构崩溃，金融机构倒闭，比方说
美国两方危机，2007-2008年美国两方危机的时候，导致美国的一些大型的商业银行它要破产，对吧？当然美国当时也出手救，就是要么是金融机构要崩盘，要么是货币崩盘啊，这都属于金融危机了。那我为什么说中国不会出现金融危机呢？有巨大的金融风险，但不会出现金融危机呢？这跟中国制度有关系。你比方说土耳其委内瑞拉，他这个说白了就是汇率，对吧？汇率大幅贬值嘛，本币相对于美元，相对于国际货币出现大幅贬值，就变成废纸。这个大幅贬值，我刚才说了，是因为它在市场上可自由兑换出现严重的挤兑现象。过去是一美元兑多少，兑十块，它一夜之间变成一美元兑一千，兑一万，这就一下就崩溃了。那么这种情况在中国会不会出现？我认为不会。为什么不会呢？这个我也讲一下啊。我经常也在网上讲这个概念，很多人其实不了解。我们很多人说啊，这你看最近中国政府这个人民币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啊，已经差点就破七了，对吧？破七，我曾经也预测过，我说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贸易战如果真打的话，中国可以估计啊，就是下限就是1:8，这是我的看法，就是有可能让它贬到1:8。为什么有可能让它贬到1:8呢？这是主动性贬值，就是让它贬到1:8，让你这个25%的关税呢，就白加了啊。这是通过这个汇率来增强我的这个出口企业的竞争力。那如果贸易战不打的话，那双方关系好的话，那人民币有反倒可能要升值。我说升呢也不会升太高，也会升到1:5。这是我曾经写过文章讲过这个观点。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这个中国对汇率的操控能力是很强的。当然这个中国政府不承认操控，我也不敢说啊，这是否操控。甚至我也不认为不一定认为是操控。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汇率这个东西啊，其实很多人他不了解。汇率它是一种货币交易，就是货币市场上。这个中你需要美元的人多，我就去买美元，对不对？需要人民币的多，我就来买人民币，它是一种货币交易。但是这个货币交易你要知道啊，很多人说啊，打汇率战，打金融战，那中国完蛋，美国如何？我说不是，你要是真打汇率战，假如我们想象的话，要是真把汇率作为一种互相博弈的武器的话，那美国绝对搞不过中国，不是对手。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要打汇率，比方说我要把人民币的汇率在市场上打下去，我从1:5打到1:8，我怎么打呀？我得向市场上抛售人民币才能把它打下去，对不对？我要把美元打下去，我得往市场上抛美元才能把它打下去，对不对？我抛那个东西抛多了，人家没人买，它不就降价吗？它是一个货币交易的市场，跟我们一般商品交易的市场是一样的。所以汇率市场的汇率形成机制，它是货币交易的机制。那么这种货币交易机制它决定了什么？决定了就是说，真要我们假如要打汇率战的话，它的子弹不是本币，是对方的货币。小心博士，我不知道你懂的意思。我要打美元，我要打美元。你要美国人没有人民币。对，美国没有人民币。你没法跟中国打汇率战，所以就是你在汇率市场上，假如你我倒不认为中国政府一定是要去操控汇率，但是他确实有这个能力。比方说，我有大量的美元，我也有人民币，就更不用说了，对吧？人民币还并没有，毕竟还没有国际化。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这个政府现在一再是说控制美元啊，这个他手上的美元也不够啊，再不够也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呀。小心博士，这个我跟很多人看法不一样。这个我是查个数据的，就是中国在海外的资产大概现在有6万亿啊，就是总资产，美元资产我们讲的是啊，就是这些年除了外汇储备之外，它也在投资啊。投资它在慢慢沉淀为固定资产，对吧？那美元外储现在也是3万多亿啊 ,3.12 万亿啊，这个规模基本上维持在这个水平。这毕竟还是在世界上所有的经济体当中，所有国家当中是最高的。3.几万亿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今天美国的这个基础货币是4.5万亿，对吧？那中国就有3.1万亿的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发行货币啊，我等会要讲，我们发行货币其实是发行这个基础货币啊。我们讲 M2、M 什么，那是另外一个概念，我等会再讲。
所以总之什么意思，就是这第一个，在汇率问题上中国不会出问题，就是中国在汇率市场上操控汇率的能力是没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没办法跟中国较劲儿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当然有的人说啊，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它也有国债，也有一些其他的资产，你不管多少资产，在没有沉淀为固定资产之前，它这个三点几万亿是可用的，对吧？大概有好像国债有万把亿吧，好像是。那国债它也可以抛啊，这个尤其对美国来说，国债和美元就一回事啊，实际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汇率问题上不会出现委内瑞拉和土耳其这种情况。为什么？它可以操控掌控汇率，这个能力是世界第一的，这个你不用怀疑的。真打汇率战，美国肯定没法跟中国打啊。刚才讲了，你没人民币你没法操控汇率，但是中国可以，中国有大量的美元，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中国还有这个外汇管理局，它还有行政措施，对吧？你比方说中国老百姓那个万一出现这个真的出现严峻情况的话，那你对你老百姓现在我们出国什么的，那有可能不让美元。那个15年大家都知道 ,15 年底中国确实出现了短时间内上万亿美元资产流出啊，这个数据都已经我原来写文章也看了，这都是客观事实。那中国一说采取措施马上就控制住了，这大家看得到，对吧？而且我曾经写过文章，就把当时的外汇交易市场啊，就是外汇市场上的这个交易量和这个中国采取措施这个两个东西两个数据进行一对应，基本上是吻合的。中国一采取措施，外汇市场的交易量急剧萎缩啊，急剧萎缩，就没有交易量了。这是我说的，这是就是中国也是可以对外汇进行管制的啊，不至于出现那种情况，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像土耳其和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很多人讲到说这个总是把这个国内的货币发行量和这个汇率联系在一起，就说大家都我看网上都是这个看法，说啊中国这个最近货币贬值是因为国内货币放水了，大家是这么看的。它是按照市场经济，就是土耳其啊这个委内瑞拉这种市场经济这个思路来看问题的。不是很多人不了解中国经济。中国国内货币再怎么放水，它跟外汇一点关系没有。我刚才讲了，不知道大家问陈博士你知道，就是中国的外汇它是一套外汇的机制，对吧？它既可以行政放水，是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对，它两码事儿，它没关系啊。尤其是最近你包括最近确实有 3.4 万亿投资啊，但这是财政投资，不是银行投资。中央财政拿钱出来，真金拿白银拿出来，拿钱出来啊，这个，所以我说这个中国的金融有风险，但不会出现危机。不会出现危机呢，就是首先外汇市场啊，第二个呢，国内的货币放水是什么概念呢？我也说一下，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可怕。我们要知道啊，好多人把这个 M2， 我们一说中国说货币放水后，中国又印了多少钱 ？M2 这个量出来了啊，150万亿，一百多少万亿。这个不对啊，就是我要讲一个常识，就是我们在金融领域，我们这样讲，就是过去的十年啊 ,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它是进入一个扩表时期。什么叫扩表时期？就是开始印钱，不断的扩张货币扩张。这个货币我们指的是基础货币。美国是从09年 ,07 年的这个大概是1万亿 ,9000 多亿，一直增长到17年的4.5万亿，确实是基础货币扩张了五倍左右。那中国在08年是基础货币是17亿人民币 ,17 万亿人民币，到了17年是增长到了34万亿人民币。这是真正的印钱，就是中国的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它确实翻了一倍，扩表就是我们的基础货币它确实翻了一倍啊，不是翻了两倍啊，中国是两倍，美国是五倍。这是真正的印钱。M2 是不是印钱呢？这个不能这样讲的。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 M2， 很简单，我们凯恩斯主义讲货币乘数。很多人说啊，货币乘数是什么呢？陈博士，我在今天借这个机会讲讲这个常识啊，就是比方说
这个央行，我什么叫基础货币？就是我这个真正印的钱，印了100块钱，像央行发行100块钱，这个100块钱我发出去之后，这个给张三带给张三了，那个张三拿到这100块钱之后呢，他拿去买东西消费，消费李四到李四手里了，李四就把他存到银行去，哎，这个钱又回到银行了，银行又把他带给张王五。王府呢他又拿去消费，拿去不管是生产还是消费，总之他要的钱呢又回到银行了，银行呢又存到银行，银行又带给赵六。这样呢，一个在我们以一年为一个财政年度，为一个时间段，那么他在这一年之内他可能要周转很多次，就尽管央行只发行了100块钱，但他实际上可能周转了10次，投资了10次，消费了10次，银行存款了10次，贷款了10次。陈博士你懂的意思吧，这就叫做货币乘数，就是它变成了实际上好就相当于印了1000块钱。这我们就是说货币乘数为10。那么这个1000块钱就是我的基础货币变成那个货币乘数放大之后就变成了 M2。那么这个 M2 它是跟经济形势有关的，就是我经济形势好，大家都有信心，投资非常活跃。投资非常活跃，大家都积极踊跃的去投资积极踊跃的去消费的时候呢，他这个资本周转率就高，就是今天到张三，明天就到李四，后天就到王五，他可能一年之内就要周转个真的周转个7、8、10次。这个 M2 那都从基础货币100块钱就很快被放大到 M2 1000块钱，这是我形象的讲啊，我这是比较简单的例子，形象的讲，当然你要讲理论不是这么简单的。那你要知道这是跟经济形势有关的，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你就是央行发行100块钱，你给我，我也不敢消费，我也不消费，我也不投资，没有人消费投资，那他就还是100块钱。你懂这意思吧，陈博士？就是说这个货币乘数它是跟经济形势有关的，所以 M2 它不能说是货币发行总量，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啊。这个实话实说，就是中国的货币泡沫到底要多大，我们还是要看央行资产负债表，不能就以用一个简单的 M2 来。谢谢说啊，那泡沫好大好大，这个我不认同啊，我不认同这个看法。所以就是说，你要是说中国的货币泡沫，这个人民币泡沫到底有多大？那像在美国从08年到现在翻了5倍，欧盟更高，欧盟从1200亿欧元增长到3.6万亿美元，13.6万亿欧元，翻了30倍，中国翻了2倍啊。所以相对而言，中国的货币泡沫并没有那么可怕。这是我的第二，从人民币本身是否货币超发，是否就是像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我认为就是您认为这个人民币这个本币的泡沫应该从这个扩表数来判断，而不是从 M2 来判断。 M2 来判断，哎，对，没错，是。第三个呢，就是你要讲到金融危机，大家也在谈到这个债务危机啊，中国的债务规模到底多大？一般大家普遍认为大概是40万亿左右啊，40万亿左右，大概地方再有30万亿啊，这中央央行也有。这个债务的问题呢，实话是说，这个的的确确是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个数字我看到，还有一个数字说达到200亿的数规模，不是40万亿。200万亿的规模我没看到这个数据，那说实话我不敢，就是一般的，至少中国国内的学术界，比较公认的大概是40万亿左右吧，40万亿左右的这个地方债，这个事儿呢，确实是个事。那怎么解决？我也没有看到太好的办法。当然，中国政府现在的是在最传统的做法了，再涨股了，对吧？再涨股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了，也在做。包括今年以来，上一次不是发行7000亿嘛，3.4万亿之前7000亿了，其中有5000亿是用来再涨股的啊，是鼓励再涨股的，2000亿是扶持小微企业的。那么这5000亿为什么要央行？这也算是食量放水吧，就是给市场投放了5000个亿，鼓励这个商业银行积极参与这个。债涨股啊，这个债涨股也包括企业的，也当然也估计也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这是一个出路。第二个呢，说实话，我没有看到
地方再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过去的如果我们要看中国历史上啊，历届政府的解决地方债的问题的时候，更多的过去是甩包袱的做法。甩包袱的做法就是在朱镕基总理手里，那时候地方财政那是非常困难的，大家都知道。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包括很多企业都是政府的，不是国企央企，就是地方政府的国企，对吧？那时候都是靠财政发工资的，那个年代。那个时候那地方政府的债务那就是相对而言那比今天其实更困难。因为你想那个时候他不仅养行政人员，他还要养企业，企业效益又不行呢。那当年朱镕基总理怎么做的呀？那我们回味一下，就是我们讲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那朱镕基总理其实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市场化，一个是股份制，是吧？市场化解决什么？就是你这些国企，你这个地方政府运转不开，这些地方政府所管的企业也不行，还要沉重的财政负担，怎么办呢？卖呀，卖到还债嘛，对不对？所以朱镕基总理手里的时候，不就是市场化吗？市场化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私有化嘛，卖给外资，卖给私人，反正谁有能力谁经营，对吧？甚至有些是实在没人买，有人愿意有本事经营的人，你一分钱不要送给你，你只要把这些工人养起来，这个给你都行。那时候后来说是什么国资流失，我一直不认同国资流失这个说法。在那个年代哪有什么国资流失，那时候一分不值的沉重的债务，人家能把企业办起来养活工人那是贡献。今天你说啊，那个地方当年一分不值，现在涨了多少多少多少一百万英亩，多少英亩的土地，地价光地都值钱，说啊那国资流失。哎呦，中国人这个这扯远了啊。就是我就讲这个地方债呀，我能想到的啊，最好的办法恐怕还是朱镕基总理当年那个办法，就是卖国资，这是唯一的办法，恐怕是。这方面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地方债确实是不好解决，债转股呢也不是一个办法。为什么？我曾经写过文章，你说债转股吧，你把银行变成股东。说实话，银行它要是能做股东，你要做股东，你要知道你是要决策企业的经营的，那你就是变成了我们过去说的借钱借成股东了。他要是懂经营的话，那他不就是办企业了吗？对吧？这个我觉得债转股这个事我是持否定态度的，我认为这不是个办法啊，恐怕还是卖国资是。但是总之是有办法。我说意思什么意思？是地方债不至于那么严重。为什么？你要知道啊，地方债固固然多，地方资产更多啊。陈博士，你承认这一点吧？但很多人他不考虑这一点。我们是一个所有的资源和资产都掌握在政府和国企手里的，对吧？土地资源什么资源都在政府手里的，我那点债务相当于我的资源算什么？只要敢卖，说白了你敢不敢，就是我过去讲的改革，我曾经讲改革的时候我讲过一个观点，你有没有朱镕基总理当年改革那个勇气，就是什么，就是对吧，私有化嘛，对吧，卖嘛。那你要敢卖的话，这个那点债务我认为不是事儿。就是总之从这几个方面讲呢，就是金融风险我认为没有，当然还有一个楼市啊，当然楼市呢，这跟金融有问题，大家都认为楼市泡沫大啊，楼市一旦降价，这个银行就顶不住。这个呢，我也不认为这个楼市的会导致金融危机啊，说中国马上就金融就崩盘，为什么呢？我上前不久写过一篇文章，算了一个账啊，就是用数据我查了，我把这几年整个楼市的数据给它整理来一下，整理一下中国楼市其实大概分三个阶段。2006年以前呢，那个其实还算不上什么，不值一提，基本上那个时候都是低房价时代啊，还处在这个房改房的时代。那我最早参加工作，我90年参加工作，我98年买的就是单位的这个分给我的房子，要我买下来那一套房60多个平方才7800块钱，对吧，一套房，那叫房改房嘛。后来才慢慢有了商品房，有的商品房，我买的第一套商品房，我是记得我是哪一年买的，也是快2000年的时候，才800多块钱一平。但是我们知道，房地产真正开始进入这个开始涨价，应该是2006年啊，2006年到2008-09年这是一个时期。因为08年这个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就我们都知道强刺激啊，
啊，刚才说了4万亿也好，14万亿也好，20万亿也好，总之经济强刺激，这个强刺激之后，中国的楼市嗡的一下起来了。所以中国的楼市涨价疯涨是严格上讲是09年啊，08年强刺激之后，09年开始一直到2015年，这是一个阶段，这个期间是一直一路疯涨，当然中间有两年调控啊，你比方14年15年相对而言是在有效的调控，价格在跌啊。但是呢，这个到了16年又是第二波，那第16最疯狂的一波涨价是16年17年，这一波是翻倍的涨啊，疯了，就是最后的疯狂就疯了啊。那么总之呢，这个楼市的这三，为什么把它分三个阶段呢，就是这个销量有关，就是06年到09年这个期间的销售面积，商品房销售面积大概占到 20% 左右 ,22%。这个样子我统计了一下。那么09年到这个15年这个期间的销售，商品房的销售总面积大概是占到 53%。那剩下的就是 25% 呢，就是16年到17年就是销售了 25%。那么中国房地产这个天价，这是我曾经一再讲过，中国楼市的天价是一定要崩盘的。那个楼，中国的楼市不崩盘，中国经济没救。我曾经讲过这个观点。你要调结构，你要转型，你要做什么，从楼市转起，对吧？你转什么嘛，对不对？你要去产能去哪儿嘛？那楼市还在这么天价去涨，你想拉内需拉什么，你都不能扯淡嘛，对不对？那么楼市是否，既然楼市必须要崩盘，那是否楼市崩盘就已经中国经济金融就出问题了？我通过把这个商品房销售面积三个阶段的这个占比算出来之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就是真正疯狂的涨价是16年17年，这个期间的涨价对于银行来说是有风险的，因为它已经涨得太高了。那随便一个地方，像包括武汉，这过去都很便宜，现在都涨到几万。那你这个疯狂的涨价的时候，它一旦出现大幅降价，比如说我提出来的降一半，我说中国楼市必须降一半，至少要降一半。那降一半的话，可能16年至17年这个 25% 的部分，有可能导致银行出现资金风险收不回来啊，或者是出现这个资不抵债啊，出现坏账。那么过去在15年以前，包括06年前两个阶段的这一部分基本上没有风险。没有风险的原因有几个，第一，当时的价格本身就低，对吧？第二个，中国的商品房有些是有钱款买的啊，更多的是贷款买的，但是贷款也是有首付的，就是至少收了，他本来付了 30%，对吧？付了 30% 的首付，然后你那个房子在抵押贷款的时候，它也是按照你的成交价，也要一般是要打个折的，对吧？这我们都知道。所以银行它是不做赔本的买卖的，就是不是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它银行放房价一下跌，我比方说我是以什么夭折，我说以房价下跌一半，下跌 50%， 下跌 50%， 中国银行会不会因为房价下跌而崩盘？不会。为什么不会呢？我算了一个，根据我刚才说的这个，因为这个节目里边我没有事先准备把这个数据，有兴趣的可以看我的一篇文章，就是我算了个账呢，就是中国楼市如果降在现在的这个基础上降价一半的话，真正给中国的银行业带来的资金风险是多大的数额呢？25万亿。我算了大概是这么个数额。那这个25万亿中国银行是不是承受不了？我认为不是。中国银行的总资产250万亿啊，对吧？我认为这个也不至于导致说银行就崩盘啊。这个我们要知道，中国的金融，你要是讲出现金融危机及金融风险，但刚才我说的是两个啊，一个是货币，一个是金融机构倒闭。中国其实改革开放之后出现过银行倒闭的，就是朱镕基总理手里。朱镕基总理手里当年就出现过金融危机。如果我们要讲的话，就当年海南的，好像是海南的农业农商行吧，好像是有几个银行当时就倒闭了。而且当时朱镕基总理在搞金融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当时的商业银行的这个资产负债，就是这个坏账率啊，好像已经超过 50% 了，什么概念了，对吧？当然也有各种不同的数据，官方呢没有承认那么高，但官方也至少承认30%几了。这么当年那么高的坏账率，朱镕基总理怎么做的，对吧？中国银行有没有崩盘？确实倒了个别几家，就是比方说海南的当时的农商行啊，那其他的大型的国营银行，其他更多的银行没有倒，没有倒，当怎么救，对吧？
这个我们的当朱总理当时有一套的办法，就是市场化自不分日嘛，对吧？就是你这个剥离嘛，当时不成立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嘛，把这些坏账全部花到资产管理公司去啊，然后呢就把这个银行整体包装上市啊，一上市这个银行就有钱了嘛，对吧？这个过去朱镕基总理手里就是市场化和股份制是配套的，也股份制通过股市来解决问题啊，总之呢就是楼市呢也不会倒。你这个楼市有一个著名观点，就是楼市的拐点到了。你这个拐点是个什么意思呢？拐点呢，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刚才你讲的是这个金融风险啊，就是我讲楼市的拐点是这样的。我好几年前呢、啊，至少三五年前，我就一直在讲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楼市这个，我提了几个观点，以中国的楼市这个天价。不下跌不崩盘的话，中国经济没救，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的楼市拐点，我在几年前提出一个观点，大概在2019年左右啊。当然也这个东西呢，只是个人的一种预测，没有经济学呢，它也不能说是像乌丝散印的样子。2019年正好有人说是七月份开征房地产这个房产税，那时候还没这个概念，这现在的概念。那我说2019年要拐点呢，这是早几年前说的了。当然我也说了，正负误差一年，所谓正负误差一年就是有可能提前一年，有可能推后一年，但是2019年左右这个概念呢，关于楼市拐点的概念呢，我是想啊，我是从这几个角度来做出判断的。第一，我们讲市场的本质，就是我们看问题什么是市场。那我们讲市场，我们很多学经济学不懂经济学一道啊，市场就是供需均衡，是的，不错。但是供需均衡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学问，是我们很多经济学者都没读不出来的。比方说市场均衡背后它涉及到 GDP， 很多人都没读出来，搞经济学的人 GDP 是怎么增长的，是市场均衡出来的，就是我通过生产出来10块钱通过市场交易变成了12才有 GDP 增长嘛，对不对？这是市场均衡出来的嘛，供需双方达成12的价格。同时市场均衡它还有一个叫什么挤泡沫，市场的本质它就有挤泡沫的功能，你只要让市场自行运转，它一定能挤泡沫。为什么？供需均衡嘛，你产能过剩，你库存过剩，你卖不出去，没人买，你降价嘛，它不就降价才能去库存均衡嘛，那降价不就是挤泡沫吗？对不对，陈博士？其实非常简单，只不过中国人他违背常识，中国人他不懂市场经济，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他一面在前天讲是供需均衡，他一面都认为楼市只有涨，永远只能涨不能跌，一跌他还闹事。所以你看，不能挤破，对吧？那么就只能以前往前推。你看过去这个我们这个习总书记上任之初就提出来关于房地产，他曾经讲过一次话的，好像也是在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上讲的。他说楼市是用来，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对吧？鼓励开发商降价，要去库存嘛，鼓励开发商降价，这是他上任之初最早开始关注这个房地产问题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他这个讲了之后，我们国内的媒体都只讲前半句，说楼市要去库存，对吧？这个讲了。然后怎么去负责，其实我们习主席讲了说要鼓励开发商降价，他其实提出了目标，也指出了路线图，但是呢我们国内的媒体都把后半截去了，没有任何媒体讲说要鼓励开发商降价，都只讲前半句要去负责，怎么去一直没动静。你看他当时讲了之后一直没动静，你2014-2015年都没动静，去负责没动静，2016年我一窝蜂上来了，疯狂的去库存，基本上可以说去库存去的差不多了。怎么去库存呢？疯涨哦，翻倍的涨哦，对吧？这就是靠涨价去库存，它不是靠降价去库存。涨价去库存而不降价去库存，这跟我刚才讲的供需均衡的市场最基本的原理是反过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反，我可以说是反，不仅仅是反经济学常识，是反制，是反人类社会的最最基本常识的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啊。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国就有，为什么会这样有呢？我看来就是这个可能跟过去的地方财政经济啊多方面的原因有关。总之
不管你怎么样去掌握去操控啊、这个我原来也分析过，16年的时候我们很多地方政府啊，为了完成去库存的任务啊，降价去库不了，他一看鼓励开发商降价，开发商也不愿意降价，银行也不愿意降价，地方政府自己其实也不愿意降价，那所以就库存去不动，去不动怎么办呢？有些地方你看，那很多地方当时新闻也爆出来了，县委书记带头扫盲下任务啊，发新闻，我县委书记带头在哪个楼盘买房了啊，各个局都去买，哎，制造这个炒房的这种氛围，然后老百姓跟风去炒，哦，房价一窝蜂的上来，一夜之间卖完了。中国人就是这样，这是中国这个很奇特的现象。但是你不管怎么样炒作，你市场永远是市场，你说是社会主义特色市场，毕竟还是市场。而且我们要知道，楼市啊还不像别的市场，楼市毕竟是要老百姓去消费的，它还不像煤炭啊钢铁啊，它是企业消费为主，企业消费为主，你说你要垄断和操控啊怎么的还好，个人消费的这种东西啊，那一旦我们讲刚才讲的预期，一旦形成某种预期，你是没法掌控的。那过去你是涨价预期，但是在今天这种贸易战啊各方面的这种国际国内的形势下，这个楼市还是否像过去那样永远是涨价预期，我看未必。这是以市场本质决定的，市场的本质就是波动，就是供需均衡，供需均衡的本质就是挤泡沫，总有一天要挤泡沫，这是我们承认一个常识啊，经济学的常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过去的这个十年，就是我们讲经济周期，就是过去的十年是美国也好全世界也好，其实以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就出现了一个扩表周期，这个扩表周期差不多就是十年，就是美国从08年09年到一直到17年，中国差不多也是09年到17年，这个十年全世界包括中国包括欧洲刚才讲的都在扩表，扩表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资产价格上涨，对吧？这不用讲，就是我楼市之所以如此暴涨，它是印钱印出来的。那当然美国呢，他们楼市没有像中国这样疯涨，但是美国的股市涨了，陈博士你知道吧，美国的股市涨了，它其实它这个印钱增长它是印到了股市上去了，中国是印到楼市上去了。你不管世界哪个经济体，当你在处在扩表的周期当中，那你这个货币印钱印多了，它必然都有一个蓄水池，这个蓄水池不是股市就是楼市，或者是大宗商品市场，或者是别的市场，对吧？中国是印的钱基本上都在楼市了，但是你要知道，今天美国开始缩表，全世界在开始缩表，中国也开始缩表了哟。中国最近这几年其实没有大规模货币放水，尤其是前不久，你上次我们也谈到，就是前不久这个央行和财政部互相发文章公开推，对吧？互推，互相互对啊，互对。那互你对我，我对你的时候，这个。当时我就有一个判断，我说可能是意味着中国这个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要发生变化。这个牌我认为可能是我们的刘鹤副总理出的牌啊，就是要为了金融维稳，金融已经是不堪重负，还靠货币政策，还靠央行来刺激经济，这个不行了，不能再发货币印钱了，怎么办呢？那你经济又要增长，投资又不能停，那就财政上吧，这是一个转型嘛，这就是中国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这是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呢，先是两边央行和财政部发文章堆互怼，这个互怼呢其实是一个制造舆论啊，然后紧接着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然后就定了调子。那么总之这个中国也进入了缩表周期，那你不管哪个经济体，只要进入从扩表周期转向缩表周期，它意味着一个基本的变化，就是所有的资产价格它都会开始收缩，而不会再扩张。这是我说的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会出现拐点。那我当时为什么说判断2019年出现拐点呢？因为我这是一个长期观察经济学的一个周期，就是经济啊，我们看当然这个经济学理论上没有谁去这样下结论，但是我自己因为我搞经济史出身的嘛，读经济人类经济历史啊，我发现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百年大周期啊，我们叫百年大周期啊，这个十年小周期，就是你看今天百年大周期，今年的这个世界的经济的状况啊，这种产能过剩普遍性的过剩的这种状况，跟一百年前一战的时候一百年前的世界非常惊人的相似。那个十年小周期一般是这样，就是我是量宽政策也好，还是紧缩政策也好，还是扩表也好缩表也好，它一般就是十年左右一个周期。
所以你看刚好美国经济它也是从09年到现在，中国也一样，你房地产从09年开始高速增长到头了，十年就是点，这是我是基于这个方角度来周期，所以哎，就是它到了拐点了。事实上我们的政策也开始缩表了，对吧？从货币转向财政，美国就不用说，一直在加息加息再加息，都在缩表。那当所有的经济体都开始缩表的时候，资产价格都会下跌，房地产的价格它也是资产价格，它怎么能例外的，对不对？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所以我说房地产的楼市的拐点到了，是这个意思。你这个拐点论呢，除了房市的这个拐点之外呢，你还有一个股市拐点也到了啊，这个双拐点。哎、对。啊，这个股市拐点也到了、哎、这个股市掉成这个样子还有什么拐点啊，我就很纳闷，所以说想听你解释。股市拐点倒是这样、就是中国的股市很奇特。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在过去的十年，这个央行扩表的这个十年当中，他印了那么多钱，钱去了哪儿？中国去了楼市，美国去了股市。那么你要知道，当他开始缩表之后，这个方向就会反过来。那中国的楼市，既然楼市会出现拐点，楼价会下跌，就是大家炒楼已经赚不到钱了，你再炒楼肯定会亏本，对吧？尤其像现在这个情况，我们也知道国内有些地方这个已经开始跌，包括上次厦门，对吧？我上次还好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就厦门的的确确已经开始大幅度贬低，开始下跌了，那下跌到是 30% 以上了，后面我估计还会大幅度下跌，就是说楼市的拐点已经开始有迹象了，更何况刚才你也提到明年可能开征房产税，对吧？那开征房产税的是我认为是一个致命的一击。那我知道的，我很多我身边的有些朋友，我不说别人，就是我认识的人，手头十几套房的多的是啊，到现在还捏在手里不舍不得丢啊。那在美国，我因为房产税，我们根本就不敢多买，我不敢买房子，因为买不起。对，没错，没错，我上个月还买了，我最近几年一直买，我原来也有几套房，最近一直买也在卖房，我现在就剩下不多了，我上个月我爱人还卖了一套房。趁现在还能出手，赶紧出手。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一旦楼市不行之后，中国是这样。你看中国，看中国自己的历史也一样，中国的楼市和股市它是互动的，它是反过来的。你看当楼市好的时候，股市往往，你看15年股市过山车，对吧？股市哇的一下起来，楼市不行。你比方说08年强刺激的时候，06年07年中国当时是股市第一个高峰期疯涨，对吧？楼市不行。后来4万亿强刺激，楼市哇的起来，股市过山车下去了。那15年那一波也一样，股灾，那一开始一下冲到5000多点，然后呢下去了，为什么？楼市起来了，是吧？股市就下去了。它就是这样，就是这个资金它总是有一个要往某一个市场去投资也好，投机，应该严格上讲对中国的市场来说就是投机啊，投资说不上。所以这就是股市的拐点为什么来了，因为楼市肯定不行，股市就自然起来，毕竟还是有人手里有钱，民间的资本啊，包括当然不光是民间资本，我们有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在楼市好的时候他去炒楼肯定毫无疑问了，全民炒楼啊。那不仅仅是全民炒楼，所有的央企国企金融机构谁没炒楼嘛，对吧？国字头带头炒起来的嘛，那大的房地产企业不都是国字头的？那当楼市开始不行的时候，这些人他又会去炒股市。所以你看最近我也一直在观察中国的股市，最近我发现不仅仅是这个一些国资的基金性的国资在进入，海外的一些资金也在，我发现也在进入啊，这个，所以我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楼市的拐点也来了，股市的拐点也来了，只不过两个方向可能是相反的。倒不是说中国的股市会迎来一个春天啊，像过去一样冲上6000点什么，我倒不是那么认为，就是说股市会相对好转，就是股市这几年资金都往楼市去了，股市上没钱啊，那现在可能楼市不行，有一部分资金，包括尤其是我们那些资金会流回来。当然除了这个的原因之外呢，我还有其他的一些看法，判断股市会起来。哪些看法呢？就是我们结合我们国家的经济改革的一些大的政策，它会把股市要适当的振兴一下啊，振作一下。为什么？比方混合所有制改革，怎么混改？你要借助股市平台混改啊，对吧？那些国企央企上市之后，你买我的股，你持我的股，我持你的股，双向混改嘛。
你比方说民营企业国资想进入，我买点股份呢、啊、股市上。那国资企业想让民资参与，它也是互相持股，通过股市来操作不是最方便的吗？这是一个我认为它会动起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当我们开始中央政府开始讲把这个经济调控的手段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你比如财政政策这一下投进去3.4万个亿，好合着呢，跟当年4万亿没有太大差别，只不过当年是货币，这一次呢，那当年是印钱，这一次是财政拿钱，拿我的库房的钱，不是印钱，那有差别。比货币政策相对而言呢，就是财政经济学一般是主张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副作用要小一些，相对而言要好一些，但毕竟也是大规模的投资，对吧？那么你央行今天拿3.4万，这个财政部今天拿3.4万亿，明天还拿3.4万亿吗？人家买那么多钱吗？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财政部他也要扩表啊，不然他哪来的钱投啊？你将来财政部哪来那么多钱呢？他也不能向央行印钱，你不能印钱，你哪来的钱呢？他在挣钱，他在增加收入，增加你的收税，收税嘛，这是一个方面。收税肯定的，房产税什么呢？它增加税收。嗯，除了税收之外，我们知道央财政部的收入，除了税收之外，还有他的一些国资收益，对吧？就是他的国有资产，他的比方说有几大金融公司啊，中央汇金呐、啊，这都是财政部的企业，不是央行的。那他要中央汇金干啥的？他是要投资的，投资其中就包括主要是金融市场。用钱来钱来的最快，所以我想这些财政部他为了增加他的财政收入，可能也会启动金融市场啊，股市啊，企业这个趋势啊，这怎么通过股市的运作来让这些中央汇金这一类的投资性的基金性的国有资产赚钱，为财政部赚钱，财政部有钱呢，才能有更多的财政的资金投入啊，去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啊，取代银行啊这个角色。我想这就是我认为这是财政部他也会扩表，当然扩表的方式除了这个之外，他也可能这个发行债务啊，发行国债啊，这也不排除，就是多种方式。嗯，总之呢、这两个拐点呢，对啊，这两个拐点呢、看着来看，一个拐点是积极的啊，一个拐点是消极的。就房地产这个拐点呢，你预测就是要腰斩啊。这个股市呢啊要看涨，所以说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啊。那么我们再谈一个你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对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前景啊很不看好啊。嗯，但是呢您呢啊有个观点，就是说贸易战不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崩溃啊，你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这么乐观？嗯，贸易战是这样，这个呢我们看数据，就首先呢这个刚才我讲的贸易战可能代表着一种这个世界性的一种大方向的变化。如果真的是这样，比方说全球不再是讲全球贸易了，不再讲贸易自由了，而是转向这个普遍性的世界性的相互之间的贸易保护，世界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很可怕，那很可怕。那谁都在劫难逃，我认为这个贸易保护的经济史，人类经济历史已经证明了。闭关锁国，贸易保护对谁都没好处。经济一定是要贸易的啊，一定要交易的，一定要互相开放，这个世界经济才互相之间有好处。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那关于我说贸易战对这个中国影响不大，是基于什么呢？基于这个，我认为这种大的方向性的逆转，我想还不至于。应该是中美之间，局限于中美之间这个来说事儿的话，那我认为影响不会太大。为什么呢？中美之间尽管有6000亿左右，这个数据呢，双方统计的口径也不一致，但大概就60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额。6000亿美元的贸易额什么概念呢？这个就相当于中国 GDP 的。因为他有审查啊，这个审查呢，美国说是3750亿，中国说是2758亿，我查了数字，也不一样。不管是2700亿还是3700亿，也就大概是2%-3%左右，就是中美贸易的这个对中国 GDP 的贡献率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嘛，三驾马车就是 GDP 嘛，
那其中出口这一部分，出口减进口就是 GDP 这一部分了。那么其中美国的对美出口减对美减去对美进口，这就是顺差嘛。这个顺差占中占中国 GDP 总额也就是 2-3% 左右。2-3% 左右。你说这个 2-3% 对中国经济有多大的影响，我想不至于，就从贸易的角度讲。当然我曾经也讲过，我好像也在跟你的节目里面也讲过，贸易战看打到什么份上，仅仅是贸易战，仅仅是关税这些事，我认为不大。尤其是比方说关税，如果仅仅是关税，中国还有通过汇率来把你的关税抵消，问题不大。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国出口出现雪崩式的下滑，外储在06月份和7月份还是在增长的哟，尽管增长幅度不大。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汇率人民币贬值多少抵消了一定的，起到一定的作用，我想。当然你说那贸易战，如果像我们有些人说的那样，说打了贸易我不跟你那样玩了，我我冻结你的资产，我那个什么，我看有些学者或者是网上说的很多啊，跟中国贸易战打成金融战，打成金融战，我你这个银行的这个结算中心在美国，对呀，我给你冻结你的资产什么的。那个如果是那样啊，甚至包括原来制裁中心，如果是那种打法呢，那我们就什么不用讲了，那我说实话那就是崩溃，那就中国经济崩溃，世界经济崩溃。我原来在讲制裁中心那个话的时候我也讲过，那个就但那个不是贸易战了，我认为那就不是贸易战，对吧？那甚至你包括互联网的根服务器在美国，我也跟你淡掉，那这个世界就天下大乱了，就那个。所以我想这个如果局限于我们讲的贸易战啊，像目前的这种关税啊，这个互相之间这种打法的话，我认为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中国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化解，而且中美之间贸易的那种总额，相对于中国这个对外贸易总额和整个经济总量而言，不至于导致它会经济崩溃啊，像网上说的那么可怕。我认为不会。更何况包括一带一路，我也统计了一下数据，2017年的很多人对一带一路是那说的一无是处啊，都是傻钱呐，啊都是那个大傻力啊，都是什么力。哎呀不是真的，因为有些事情呢没有那么严重。实际上一带一路的2017年数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真的这个贸易还真不错啊，一点有两个数字啊，我看有一个是说是 1.44 万亿，一个说是 1.12 万亿啊，大概差不多吧，就是 1.2 万亿左右的贸易总额， 1.2 万亿美元的贸易总额。顺差呢当然没有中美贸易那么多，1028亿。我查的数字也是总体上也还是顺差啊，没有，当然没有像中美贸易顺差。你看中国每年的贸易顺差总共是4200亿左右，那4200亿左右按照美国的说法它就基本上都是美国的了，3750亿。那我认为这个中美贸易顺差数据比较可靠的还是中国的数据，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总共只有4200亿，那个中美是2700亿左右，中欧欧盟中欧之间的贸易大概是2000亿左右。再加上一带一路，这样加起来和这个4200亿的总的每17年的贸易顺差总额是大致相符的。如果按照美国的说法 ,3700多亿，光美国就有3700亿顺差，那其他的地方都是逆差的。这个呢我看也似乎不太当然这个数据有待去找去验证啊。总之呢这个从这个经济总量啊，就是外贸额占经济总量以及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国对外贸易总额 4.1 万亿美元，美国毕竟也就是6000亿。所以呢当然我过去也讲过，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呢是战略也好倡议啊。总之我过去曾经说过，这个当时一带一路刚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当时作为国内学者，那时候我还在国内还在体制内，我当时就写了很一系列的文章表示质疑。啊，批评，认为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啊！但是呢，经过这些年，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在国外，在泰国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游走啊，去看一些地方之后，我发现不是。我甚至觉得这个当时我们国家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还真有点未雨绸缪的味道。就那时候还没贸易战，中美之间还没有出现那么严重的问题，但是至少那个时候他提出"一带一路"。似乎就感觉到这个中美之间未来要有事，我得先找一条出路啊！就我们中国人叫未雨绸缪，我们要是像
有人骂我舔菊的话啊，假如这算是舔菊的话，我认为这个一带一路的的确确经过这个四五年的运作，到现在能够达到 1.2 万亿的贸易额也不容易，你不管它顺差还是逆差，总之它在寻找出路，它也是一个路子。那我过去讲说这是中国经济，我曾经讲三个优啊，我自己的个人观点，第一优、第二优、第三优，我曾经把这一带一路作为第三优，我说这是也是别的，尽管有比它更好的选择，但是更好的选择你没选择，最后你选择那个一带一路转移产能啊，这个防范未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风险啊，为自己找点找出路，这未尝不是一个出路啊，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把它称之为第三优。啊，这是我是不是扯远了？没有，这个你把那个中美这个贸易战啊，把它如果是仅仅从贸易的额啊占这个整个的 GDP 的这个啊这个分量来说呢，你说影响不大。但从现在来看呢啊，这个就是刚才你前面谈六稳里面的预期，这个贸易战啊产生的这个预期啊对经济的影响啊，我觉得你好像没考虑进去，这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贸易战它可能对这个投资啊会产生影响，是不是啊？所以说它还会有一些溢出性的效应，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再考虑的？会，这个肯定会有了。那我承认，一个是预期已经有了。说实话，这个如果中国政府没有采取措施的话，像15年那个时候短时间之内这个上万亿的这个资金外逃的，那简直是不敢想象的，对吧？但是好在这个啊，是不是没人了还是咋回事我不知道。总之呢，这个正常吗？喂，好，您继续。这个我刚才听不到也看不见。总之影响是肯定是有了，这个我们不否认了。这个其实你说预期，其实很多人早就看到了。实话实说，我你刚才也提到，我办企业有20年了。我真正我的企业开始采取措施，就是我预料到中国经济会出问题，那时候还没想到贸易战的事。我应该说是严格上讲，我是在2010年就有这种预感，我是在2013年开始采取措施，开始裁员，开始关闭我的部分产能啊，到现在我的员工裁了只剩下 10% 左右，保证他能活下去。那我就很早，但是我能活下来，我至少尽管我裁员了 90%， 我还能活下去。我还有利润啊，很多人当时不屑啊，包括当时我的公司的经理跟我是观点完全相反的，他还要不断的扩大产能，要买送货机场，要做什么的，结果跟我发生严重的分歧，我把他开了。那现在证明我是对的，毕竟我是搞经济的啊，就是说这个中美贸易之间它确实有一个预期，这个预期在15年这个资金外逃就已经表现了。但是好在什么呢？就是好在现在我刚才讲的中国这种有它的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叫做啊，社会主义的这个市场经济的制度的优越性，它可以操控汇率，它也可以行政上的措施，对吧？你不管怎么样预期，太大的问题不会有，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中国人呢，说实话，苦日子也能过。富日子也能过对，这是你的这个就是啊，老百姓要过苦日子。对，最近大家都在谈过啊，对，过苦日子这个准备是一定要有了。那我在几多年前，我刚才讲了，我在10年就开始在讲这个论调，就在讲这跟身边的人在讲要准备过苦日子。到了13年我自己就开始过苦日子，至少我的企业就是这样。好，这个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已经聊差不多了啊。这个今天啊，是想请那个肖博士啊，就是对他眼中的中国经济啊，做一个常识性的一个啊，就是讲座啊。他因为他在国内经常搞讲座啊，他有一些观点跟人不一样，
但是呢，我觉得在这种不一样的地方呢，跟很多人的观点实际上是一样的啊。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啊，他认为中国跟别的国家比，经济是最好的地区之一，但是呢，从纵向比的话，中国经济的情况现在是很糟糕的，这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中美贸易战，他认为中国的不会崩溃，那是因为中国有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来防止这个经济情况的恶化。但是呢，他点到一条啊，就是大家要准备过苦日子啊，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谈到了两个拐点的理论，拐点的理论。那么第一个是房地产的拐点，第二个是股市的拐点。那么房地产的拐点呢，他说就是要房地产要腰斩 50%、啊、这样一个几率啊是很大的啊，误差不超过一年，就是18年19年这样一个情况。再就是这个股市的拐点呢，他认为这个啊是一个好消息，就是说呢啊房市萧条之后啊更多的钱会进股市里面来。因此呢，这是我听到的他呢啊对中国经济说的最好的一块的地方。所以大家有钱进股市，就是这个意思。肖博士，没有，大概我对你的这个理解，嗯、就是没错，大概是我的，我是，这是你的意思。对，你说的对，是我、好好。那么没什么补充的话，我们节目就画句号了。啊，那个，谢谢肖博士花这么时间，这么多时间跟我们来谈中国的经济问题啊。好的，这个、谢谢。啊，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啊，也谢谢我们导播的制作，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啊，再见。嗯。